我的烟是没带。大家好，我是荣华。今天五一节，我们到小姨家来玩。然后这个是我小姨，昨天在那个他们这边池塘里面放地龙收的这个龙虾，今天到这里来，然后搞来吃。现在我们就给他把这个虾线抽一抽。哦，我妹妹在这边用这个剪刀把这个脚还有这个头这里把它剪掉，再刷一刷。这个好多都是今年的新的这个虾，所以说还是这种青色。还比较干净，也比较干净，有的还特别小，有的还可以把它放回去。好难的，还干活的，我家也有。杀这个老母鸡。脚踏，